一二三。美景。美金是我们的第一个实验性的节目。今天你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很 horny？ 我 horny 文别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呢？因为我们上一支影片原本要胶片了，韩国爸爸打枪，有点小小的可惜。但是我们又怕这礼拜没有片，你们会骂我。希望今天用这个美丽的。哎，怎么闪一下？警察来了吗？所以后面那个汤姆爸爸在打枪你。哦，对，那个是爸爸，他刚打枪完我。那是哪一种打枪？换一批的打枪。因为昨天爸爸打了我的枪，为了想说唱歌给你们听，那我就找一首简单的歌，那我花了5分钟改编了这首歌的歌词，想让你听听这首歌。这首歌的原曲叫要爱爱，可以讲呢，我把它改成叫要钱钱。怎么样？你们想听吗？想听大声说想听，听不到，再大声一点。对，我有重听，不好意思。再大声一点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哦。OK, play.听得出来是什么音乐吗？呜呼！啊！呀！哎呀！哎哎！老板，我要你的爱！呀！哎哎呀！哎哎！请你千万别离开！呀！哎哎呀！哎哎！老板，我要你的爱！太久没爱我娘个！哦哦哦！老板停下来看看我美丽的脸庞，舞动一下我的身体，找你拿钱花，想要买我吗？请进来一下，满足我的愿望，给我粗暴的话，别说太多，气氛正好，有钱就要坏，我真的用缺钱花，有你还不明白，快来爱我吧，给我安慰吧，其实我也很喜欢你性感的刷卡，呀嘎嘎呀嘎嘎，请你让我想离开，呀嘎嘎呀嘎嘎，我快到了你好吗，呀嘎嘎呀嘎嘎，那边不能不能干，我快坏了别再干，哦哦哦哦，希望用这首歌跟观众朋友们做一个结缘的动作，懂你我，爱我，算了。老板让我看看你那粗壮的尾巴，又摇又晃，你看看我享受的模样，让在里面吗？这样不好吧？快出来是麻烦老板通知一下，来这上班原因让我跟你说明白。上次前排输几百万，黑道找上来，要人报名牌。他是 Big Boy Drive， 他说的那个。哎呦喂、哎呦喂、哎呦喂、Jotto，なんて、この気持ち悪いですね。歌词写得这么好，我一定要用力一次把它唱完。有够没营养的，来来来。呀哎哎呀哎哎，老板我要你的爱。呀哎哎呀哎哎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呀哎哎呀哎哎，老板我要你的爱，太久没爱会尴尬。哦哦哦哦。又想离开，呀嘎嘎呀嘎嘎，我快到了你好吗？呀嘎嘎呀嘎嘎，靠没有，你娘的！哎，我快认真唱完了，你就让我唱完，你呢？
药坏掉了。哥哥我要你的爱，要给爱呀爱爱，是你千万别离开呀爱呀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，没有爱爱会变态，哦哦哦哦，要钱钱呀钱钱，我老板就叫钱钱呀钱钱呀钱钱，给我钱挣两三千呀钱钱呀钱钱，这不刷卡只收现，没有钱钱下次钱。在这个欢乐的乐声，美丽本人啊，是 Kitty 酱。拜拜，酸甜浪刀剑。不管这招啦，不管这招，好痒哦。